立正，行礼，请坐。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吼、哦。最近吼，安尼上课这么久吼，到到这阵来吼，讲一点啊较轻松的。啊，这轻松的代志的时阵吼，当时予咱的头壳会去想哦，咱过去我藏偌侪粪扫伫咱的头壳内底，啊，甲清出来，啊，自然就会快乐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这节叫做正确的台湾史。台湾历史正确无？过去吼、哦，你若相信吼、哦，报纸写的吼、哦，照阮老爸讲的，讲台湾的报纸爱倒倒边看啦，倒头该看，到今仔日还阁是事实啦。吼、哦，来，咱来讲哈、哦，台湾的名，为台湾的名讲起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古代。照中国历史讲，叫做东提夷州琉球，哈、哦，这就是讲长江以南，拢叫做海外。古早长江以南就是叫做海外，海外二十几国，啊，台湾是其中之国之一，所以台湾叫做东提，叫做夷州，叫做琉球，哈、哦，这拢是含含糊糊啦，哈、哦，你就知影讲过去。无正确。近代的名叫做东环台湾，哎，这写都对。咱写台湾是台湾，不是台湾哦，这才是正确的写法。台湾。啊，咱只写三个，是因为编报纸的人，甲咱。这个在安平，迄个所在叫做台湾，吼、哦，叫做台湾呐、啊。啊，但是咱这个台湾吼、哦，迄荷兰人为1624年开始占领了后，伊感觉这个汉民族吼、哦，这个中国人用的笑吼、哦，用的军粮吼、哦，拢袂准。你要共买的时阵哦，就摕较长的迄支来甲人牛；啊，要卖人哦，就摕较短迄支来甲牛。吼、哦，啊，就探查呀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伊甲先进的欧洲制度带入个台湾，一斤16两，啊，一斤16两敢无好用？哎、欸，绝对好用。吼、哦，你若去菜市啊买菜吼，吼、哦，啊，斤八。一斤8两，啊，斤半，啊，偌侪钱？人迄、那个、迄人迄落吼，读国民学校的吼，迄算数算落平较紧，吼、哦，迄都是16的进位好算啦，吼、哦。16的进位哪会好算？到到今仔日21世纪，咱的电脑嘛是用16，咱有16位元，啊，16的 double 叫做吼，双倍叫做32。哦，32位元，哦，啊，咱的迄、那个，迄个电脑吼、哦，用的色彩吼、哦，叫做256色，256就是16×16，因为10×10等于100，啊，16×16是256，哦，这16有伊的优点滴，所以这个用台湾笑的人吼、哦、去做生意。哦，因为他们遐荷兰人设一个公秤处，哦，就是即卖咱来讲度量衡的公司，他们遐设落了，咱出去的人用的笑拢是平等。哦，啊去甲中国沿海做生意，啊，伊讲我爱用恁的台湾笑，哦，所以啊用台湾笑的人就是台湾人，啊为台湾笑用台湾笑，迄个所在叫做台湾。所以这个台湾的名称就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台湾。啊，这个台湾，这个唔对。这个、清朝的时阵吼，1683年来占台湾了后，吼、哦，啊，乾隆皇帝，迄个康熙皇帝叫台湾，啊，台湾呐、啊，台湾呐、啊，吼、哦，
台湾啊，好啊，遮侪名啊，到底是何原因？一个所在一个名就好啊，安奈好遐侪名？哦，因为哦，唔捌字，中国人唔捌字。中国人到个十七世纪的时候，唔知道经度纬度，唔知道地球是圆的，所以画出来无法度画海图。哦，你看西方世界，西方世界1557年叫做佛罗摩萨，用到今仔日啦。1557年是葡萄牙的这船长为船为台湾海峡安尼过去，啊，看到这岛。啊，个即个美丽岛屿叫做 Formosa， 伊啊 Formosa， 啊，即个岛全叫 Formosa， 到今仔日，好、哦、啊，其中伫电视王朝的时阵，电经的时阵吼、哦，有写 The King of Taiwan， T Y A， 唔是 T A I 哦，台湾，即1662年到1683年，好、哦，啊，即西班牙人为西边过来吼，伊行迄落东海岸过来吼，哦，伊叫做 Formosa， 啊，咱即马叫做台湾，哦，其实 Formosa 到时阵也阁得用，西方世界干那用一个名，啊，伫中国用啊40-50个名，哦，这都是落后的所在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名就是因为。这个台湾，哦，啊，咱的人叫做台湾人，哦，啊，葫芦话，哦，啊，只寡妇闽南话即唔对，闽南话吼，闽江以南的话叫做闽南话，啊，其实闽江以南的话吼，真侪种，唔止干那葫芦话那尔，啊，咱讲的这是商朝传来葫芦人的话，咱今日会讲到一点。啊，这张图是荷兰人画图。1624年，伊占着台湾了后，1626年在台南安平一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起一个城，叫做这个叫做 Zealandia， 就热兰泽城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恰坎岛。啊，中央有一个内海，即马这个内海已经无去啊，吼、哦。那无去，都是当年拢风台刷咯，哪来哪欠，哪来哪欠，哪来哪欠，那都无去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即马只内底是公路，吼、哦、啊，即内底有趣味的代志，即马发生啊！即只有12间厝，即12间厝荷兰文翻译叫做日本的和平。日本人已经来了呢，1624年就已经来在台湾了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什么麻豆虾啦、小龙虾啦，吼、哦，这我拢无管啦，这扁波做的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较趣味，即讲平湖海产，汉林的海产，6间厝，所以在荷兰人要未来台湾以前，咱为这段图解看起。日本人来的人数较侪，但是日本推1633年吼、哦，有一个锁国令甲国锁嘅，哦，台湾锁嘅伊个国的外口，所以台湾都无属日本，哦，啊，本来是伊个和平啦吼，啊，这是翻译吼，即、哦、翻译即安平港吼、哦，安平古堡吼，即、哦、叫Zealandia。啊，这是平湖和平和平村，啊，日本村落，哦，啊，这是讲较好听啦。你写汉字的时阵，啊，你写海产都歹听嘞，吼、哦，啊，写就较好听的。啊，其实哦，什么叫倭寇？咱在下面叫做倭寇。在迄个时阵，倭寇大家拢讲啊，日本海产啦、啊。倭人，日本国吼，日本国叫做倭国嘛，啊，就日本海产，其实80%汉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倭寇是汉人的海产，吼、哦，啊，伫麻豆的这所在吼，
荷兰人来占。荷兰人占着，无管占去中国拍小战，伫台湾战吼，人真骄傲会伫讲，阮两个荷兰兵，也是两个英国兵，都用拍败50个中国兵。大家罔武装啦，啊，阮两个都赢你50个啦。啊，那样是人西方世界有进步，有用枪，啊，东方还阁用刀，啊，刀甲枪咧战，你就绝对输嘛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战争，吼、哦，第发生伫这个1629年6月13日，吼、哦，马刀社的人，吼、哦，这个荷兰人去啊马刀社，啊，叫马刀社的青年，哎，甲到底来爬个山顶。来掠汉人海贼，啊，掠几波，掠到下昼黄昏，再搁行进码头溪的时阵吼，大家闲到到，啊，码头社的人讲安尼啦，这码头溪也无甲深，无偌深嘛，我甲你按啦，好不好？荷兰人讲 OK， 我咧按，啊，落我咧按，啊，一个讲我甲你派枪嘛，你去枪当哼哼，我甲你派嘛，哦，啊，都安尼规排拢安尼派落去。啊，行到码头溪的中啊，啊，一直逆上七路，全个荷兰人62个士兵，全个起个水哦，来个淹死，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弱势的人吼、哦，要打赢这场战争，这叫做第一的码头社的原住民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应该是叫做变部族的战争了吼。哦啊、所以刷落去，荷兰人都叫做这条溪叫做摩萨加之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啊，这张图是荷兰人画，荷兰人用枪，吼、哦，几个啊，啊，你食一大堆吼，摕石头要甲伊啃，吼、哦，无较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船吼、哦，是汉人的船，叫做 junk，JUNK。哦，啊，咱翻译叫做容客船，吼、哦，啊，降客啥意思？降客就是讲笨手，哦，笨手船呐、啊。这中国船拢笨手船，因为安怎嘞，一进都袂退嘞，吼、哦，哦，袂向退啦。这帆哦，这帆爱顺风啦，因为满清占着台湾了后吼，满清皇帝讲卖伫台湾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，就是说要往个北方，找北方来，这北方带来台湾，找南方到有人回去，所以这是战客。这个是在北港，颜思泽，这是算说来台湾的头一个汉人。就等下，我大哥大弟起起叫，哎，点也好。哦，啊，即摆咱也过爱来清楚一项代志。我伫报纸看到讲，韩国人讲吼，北京城因占吼几千年啦。我讲后迄个代志，咱的头壳无迄款的代志嘛。吼、哦，啊，结果去查到这张图，吼、哦，你看吼、哦，高句丽即韩国嘛。占这么大，汉朝是占下卡一挂，哦，啊南匈奴啊其他的鲜卑，吼、哦，这是秦汉的时候，公元前221到220的一个国土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三国时代，人 Korea 嘛是家己占，北京是家己占的，吼、哦，魏蜀三国时代一大那里啊。这也是人占去宋朝，哦，宋朝的国土是第一家，土方就是西藏，哦，西藏，哦，这按你看着，你就知讲，咱头壳中的迄个中国的地图，吼，其实是安尼，这才是确实的。明朝我讲国土也真大，也是安尼，哦，但是明朝有占着北京城。是比算边疆啦吼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清，这个国土吼、哦，都、就是清国的国土，都、就是以后
中华民国的迄个国土大部分都是跟着这个来啦，啊，但是有较缩小了呢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食一几尾乌鱼吼，来解说这个台湾的发展。台湾乃为台南开始发展，台南毋是上挖的中国的一个所在，应该是布袋迄边较挖，吼、哦，嘉义布袋迄边较挖。啊，台南的安平这边闹哇，但是因为每年的冬至，吼、哦，这个都大批的乌鱼为遮收起来，啊，收起来，人都爱来个太太的个拍乌鱼子，啊，乌鱼子大家拢有食着，这是台湾上欠缺食物的时阵，就一批乌鱼来。啊，这批乌鱼无互这个中国人食，无互越南人食，无互菲律宾人食，干那来台湾互台湾人食，吼、哦。所以我伫写一本圣经甲台湾的时阵，就写讲这是上帝赐予台湾的玛纳，吼、哦。玛纳是啥物？玛纳是讲伫以色列，吼、哦，因出埃及的时阵，吼、哦。这个摩西吼，传带领因的人离开这个埃及，来个旷野的所在40年，啊，食什么？食天顶落来嘛啦？啊，哪有天顶落来？这是神话故事嘛？哦，啊，结果我伫台湾历史讲发现着，荷兰人去甲你抽一条细金，叫做乌鱼水、乌鱼水。啊，哪有迄落乌鱼，互你捡细金？都、就是。意思就是有这个出产，吼、哦、啊，当年丰收，吼、哦、啊，一年有两遍，吼、哦，因为乌鱼收来台南，当作收来台南的时候呢，200把，吼、哦、啊，收起这个俄兰比恒春遐吼罗卵了，我过头过收来台南这边，过你俩这边，到我今仔日这个习惯吼。哦800年啊，也无改，吼、哦，也阁是安尼，吼、哦，你嘛较我当做的时阵，就知影讲，咱会掠着乌鱼子，吼、哦，啊，日本人伫台湾，毋是讲点点好好人来食，人日本人有一个冰田迷兵卫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哈马达，吼、哦，冰田迷兵卫，吼、哦，这个船长吼，甲荷兰人的。长官就是讲在台湾上大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官，互佮抓起，吼、哦，啊，佮荷兰人谈判，吼、哦，这个是，啊，这张图是荷兰人画的图，吼、哦，啊，荷兰人画的图，就佮因的长官，较心思坐椅啊，点头，吼、哦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最近画的图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代志。这个代志吼，记录的在多位吼，日本人来统治台湾51年的期间吼，专起一个碑，吼、哦，这个墓，这个碑吼，啊，这是刻起冰田迷兵卫事迹，啊，刻啊，内底应该是几啊百字的才对，嘿，啊，即摆来变做安平古堡，啊，中国人都翘翘啊咧，来遮吼，专甲你烤起起来。啊，甲伊写安平古堡，算伊个功劳啦。哦，这款代志吼，发生个真侪所在。日本人登陆伫即个奥队吼，毛起姐姐，啊嘛是变做抗日纪念碑，吼、哦，就是甲你烤起来安尼。好、哦，所以你若看到这可能日本人起个都起个这样。日本本来是跟台湾的关联吼，在荷兰时代以前都有关联啦。啊，但是真可惜，在1633年吼，有一个锁国令吼，锁国令，甲国家锁起来吼。啊，所有的人吼，袂使出国，啊嘛不爱和你之类。吼，但是开放一个港口，就是長崎、长崎啦。哦，长期锁国，哦，即锁国，哦，
敢若开一个港口，那个啥去？所以这个那个啥去，长期这个港口吼、哦，是接受西化上介进步的这个日本都市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讲这个汉字，咱写这个汉字吼、哦，传韩国，传去日本，传去越南，但是实际北方拢传袂起去，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汉文过不了长城，长城有一个作用，就是防止北边的匈奴来打。但是也有一个缺点，咱拢讲优点啦，无讲缺点。缺点就是你的文化嘛，无法度去侵入去同化因即挂人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全吼、哦、汉文无改，吼、哦。无计即个长城，所以长城是中国历史的国界。哦，所以有人在讲，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我讲长城以北拢毋是中国的。哦，啊，那台湾你是你的一部分。如果日本人有遐有地图、遐有相片，那是你的一部分。哦，啊，满洲人，哦，即、這个建木。蒙古人有文字无？有蒙古文，伊是去学回文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满洲人去学吼、哦、蒙古文，搁去学这个西藏的文，吼、哦、啊，创造满洲文，吼、哦、啊，有满洲文吼、哦，吼、哦、无几年，吼、哦、全吼、哦、入主中国，就来中国做皇帝啊。这种地图是在纽约印的哈 ，Tibet， 好、哦，这是西藏。啊，西藏的范围哦，其实够啊，这宽。哦，啊，这边是蒙古里亚。哦，啊，这是 China。啊 ，China 是什么意思 ？China 哈、哦，我读迄啰历史，在学校读历史的时候讲哦，这是什么？讲。啊，瓷器对，瓷器啦，啊，但是伊唔承认啦，吼、哦，菜那都是肥啊嘛，吼、哦，出产肥啊所在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出产肥啊所在就讲迄个菜那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你去后生讲是大秦啦，什么物件吼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個、其实菜那就是肥啊，吼、哦，肥啊的意思，因为出产肥啊所在。肥啊，是因为爱有1200度，啊，用个肥啊土去烧，啊，变做白，吼、哦，啊，你抹油咯，安怎你个洗洗都清气洗，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即马去澳洲、去美国，吼、哦，去看因的客厅，吼、哦，拢有一个大的一个柜子，吼、哦，柜。啊，玻璃柜啊，内底放啥物？放肥啊！啊，我讲，我头一遍去美国的时阵，这肥啊，奈放喺遮，这放喺灶卡都好啊咧。吼、哦，奈个放喺迄客厅上重要所在。啊，原因就是因对肥啊的尊重。当时你若要再炸肥啊，为中国经过丝路，吼、哦、，Silk Road， 经过沙漠。在骆驼顶头害者害者害到罗马爱几年，吼、哦、啊无破去嘛奇怪，吼、哦、啊所以无破去诶变做国宝，吼恁兜有一个肥鸭换掉，肥鸭搬掉啊真好，吼、哦、所以这个文化都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这张图吼、哦、红唇都是长城诶位置啦，吼、哦。这是尤其这个是明朝的迄个长城的位置，所以即挂落关外都是根本毋是中国的国土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啊，也有即个人的迄个心胸，吼、哦。像讲来台湾，袂使你袂使讲台湾话，国民党来台湾袂使讲，你袂使讲台湾话，吼、哦。嘿，人荷兰人来台湾。嘿，看恁无文字，平埔族无文字，教你平埔族的
吼、哦，用个罗马拼音教这新港文书，吼、哦，这新港文书，吼、哦，啊，会用写新港文，就是你会用二六个迄个拼音吼、哦，你都有法度写新港文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新港文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也阁起学校教你这个新港文。啊，教你会晓新港文的人吼、哦，叫做驾车啊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款驾车啊，这新港文教到日本时代才消灭去，因为无人会晓讲新港话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无人会晓讲新港话，啊，这新港文都无效啊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这是过去，吼、哦，新港文字所写的迄个马太福音，这都是一边是英语。哎，我可能一边是河南话啦，啊，一边是迄个新港文，吼、哦。啊，河南人来东方，吼、哦，无管河南人因，英国人，吼、哦，西班牙人，因都是要找黄金，吼、哦，啊，有找到一条叫做黄金河，第多位就即卖利物浦，华联有一条利物浦。即撮利物浦吼，那拄着风台大雨的时阵吼，溪水流来，啊，拢淹捡着金角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荷兰人就派军队去遐待一年，去查包无，力不及回吼、哦，所赚的钱吼，无法度来付因迄个开销，所以撤退。结果，咱的黄金河是多一条。咱有黄金河无？多几多？在华联遐，金瓜石吼，应该是叫做桂林河是金黄金河啦吼。因为当时1889年吼、哦、要做铁路，1889年要做为台北吼。哦帮忙做铁路去桂林，啊，经过桂林河的时阵，第七道遐经过桂林河，啊，个土壳个哦，挖到金沙，吼、哦，啊，洗金沙，啊，都哇一声，都3000人踮遐在洗金沙，甲规条溪哦，溪仔水哦，为安尼，拢甲你洗一遍个啊，洗一遍，洗两遍哦，啊，都直直洗，哪洗哪远吼。洗到啥款呢？洗到即款呢？洗到吼、哦，这是倒位？这是高粉啊，高粉那个夜景。所以吼、哦，迄阵吼，该算起来吼，一个大波人吼、哦，一个月吼、哦，毋是一个月，一日。我10年前该算个吼、哦，一年一日会用赚万3块到万8块新台币。啊！你一日今仔日赚13块，明仔载阁13块，啊！你要安怎？自然都去酒家咯，去唱卡拉 OK 咯，都自然都这个高分啊都兴起来，兴啊！今仔日你个翕相嘛，也阁有这款代志啊。所以金沙河啊，买酒，咱路过路顶头啊，都看到金龟礁。啊！换日本人来，吼、哦，即嘛金瓜石阁继续开采，啊，金采完啦，也够铜，不，也够煤矿、煤炭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铜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即嘛你去金瓜石遐有一个铜矿场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无得开采啊，即嘛已经拢无得开采。啊！但是最近听伊讲吼，迄、那个澳洲吼、哦、有人造卫星甲你查吼、哦，讲即、這个所在一个黄金啦。啊，不过是在伫海底外深的所在，咱若过去啊海底遐尼深的时阵过去挖吼，用个传统的挖法吼，可能力不及回啦。哦，所以也无人去开采。哦，所以台湾一个黄金。啊，遮有一个写 silent trade 吼、哦，这就是讲咱台湾人吼，荷、哦、兰人有一个记录讲，台湾人吼免讲话，吼、哦、免见面，吼、哦、都有法度通做生意，
啊，所以把这个方法叫做 silent， 就是 keep silent， 就是无讲话哦。啊 ，trade 就贸易，就是讲无讲话啊，要安怎做生意？好、哦，啊，因的方法就是安尼。伊讲吼，准阿讲你有一块金角，啊，这块金角细阿底啊，哪里啊哩？啊，但是想要卖咧，啊，要卖变哪？你就去路边，吼、哦。摕一块大块石头、砖头，啊，摕一块树叶啊，吼，较大领的，吼，家四可能能家块石头块块，啊，中央啊家放一块黄金，啊，放好了你就走。啊，台湾人是一个真忠实、吼、哦、真优秀的民族，为遐个，一个为遐个，这黄金呢？这不是咱个涂卡安尼捡到你个迄款黄金嘞，这是要卖啦，吼、哦！爱、啊、家己身骨那无钱，啊，全都过去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过去过来去，啊，那有一日有一个人，哦，赚两两落皮，哎，一看这个黄金，嗯，真有价值，所以两两落皮全个囥个点头，黄金都该摕走，吼、哦！啊，过过一段时间，本来囥黄金的人来遮看，哦，哦，变成两两落皮，啊都。完成了这个交易，跟落阿皮都站到登去，啊，这荷兰人个记录叫做 silent trade， 这全世界无几多人，无几多民族，无这款的迄落个高尚的民族啦，干那台湾有，啊，这个国唔是咱台湾人记录的，这是荷兰人个人记录的，哦，这 silent trade。这个社寮岛就是今仔个和平岛吼、哦，是这个型啦吼、哦。当时这个旗啊是西班牙的国旗啦吼、哦。哦，西班牙人把这个社寮岛，即卖迄个台湾做船长啊吼，台船吼、哦，叫做圣萨瓦多，就是圣萨瓦多，就是这个中美洲有一个国家叫萨瓦多。啊，伊个首都叫做圣萨瓦多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在北部有一个城吼，嘛、哦、是西班牙人号个名啦，吼、哦，三吊嘎，三吊嘎是啥意思？就是圣地亚哥，啊，圣地亚哥，但人讲啊，你这派发音啊，都个三吊嘎安都好啊，三吊嘎即马嘛是，你去嘛是。嘛是真出名的所在啦，吼、哦，圣地亚哥，吼、哦，啊，约沙洛去，晚清来统治台湾，吼、哦，伊是安怎来统治，吼、哦，伊统治台湾的方法，吼、哦，甲你分化，甲你台湾人互你分化，吼、哦，分化做，讲葫芦话的泉州人，甲讲葫芦话。诶，漳州人，小可腔口无同款，啊，恁两个无同族诶，吼、哦，啊，客家人，啊，原住民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，互恁几个分类械斗，恁落去杀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分类械斗吼，拢总发生38遍，所以每四年半都发生一个大型的分类械斗，哦，伫台北这边吼。哦有第一帮甲这边，有台这边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有这帮甲甲啊输的走去大稻埕那边，吼、哦、啊，啊，这个分类制度的种类，吼、哦，咱爱知影这种类，闽客豆，葫芦人甲客人来台，吼、哦，漳泉豆。漳州人甲泉州人，吼、哦，挑工甲你讲袂好，互恁抬，吼、哦。县级斗就是彰化县甲新竹县落去抬，吼、哦。啊，竹姓斗姓林的姓陈的哦，甲你讲，啊，佫一个真趣味，叫做客客斗，客家人甲客家人，恁嘛要互你去相抬，啊，客客斗。啊，同宗族斗，
啊，平民姓你们台系里面哈，也嘛有啊，职业团体互动啊，啊奈奈奈，完全国完奈要安尼做，哦，原因真简单。当时这个西隆占着台湾了哦，啊，把这个报国，当然给这个康熙皇帝，康熙皇帝哦。讲哦，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台湾呐，敢那屁太啦大，得到无加什么，啊去该献杀，嘛无怕无什么。哎、欸，是咧皇帝奈甲台湾看做屁太啦大，什么理由？真简单，我来讲理由。满洲人占中国1644年。满洲人的人口占无汉人的一趴身，满洲人连囡仔算落去，吼，大波查某囡仔、老人拢算了60万人，吼，啊，用拍败有6000万人的中汉民族，兼无够世纪的也够4000万人，加落多少是1亿？一个少数无够一趴身的人来占者，啊，要往安怎？什么就甲你占？吼、哦，往个甲你分化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你买官，你要爱做官吼、哦，都甲你买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摆占着台湾啊，台湾屁太啦大嘛，吼、哦，皇帝讲这屁太啦大，不爱滴。啊，但是西隆讲袂使啊，你不爱滴，我都无油水啊咧吼，因为咱台湾迄阵吼。陈成功的时候开发台湾有18000家的土地，有田园18000家，啊，伊甲7500家地落地下落去，哎呀，啊，即马7500家，当年通收租都好赚到要死去，啊，你加工白低，所以伊甲皇帝建议，伊知皇帝需要啥物，吼、哦，伊建议头一条，无对皇帝讲起无重要。我们就不要说，第二条就是说，派去台湾的官兵，人员3年1任，只能做3年官，所以我们台湾就流行一句话，叫做3年官2年满，3年来做官，2年你就落地下，把它洗得满满满，准备躺回去，所以给你鼓励你小台，过来袂使抓家属，袂使抓查某，汉人查某袂使抓来，袂使抓查某来，啊，那查某要创啥？查某囥在中国，你3年转来，你若在台湾你甲作乱哦，这个恁某我都甲你抬死，恁囝都甲你抬死，这叫做 hostage， 这叫做一个人质，吼、哦，甲你锁在中国，吼、哦，袂好你转来。所以这些为中国还有禁止移民来台湾、哦、禁止移民来台湾，我们还有一句俗语、说、哦、要过乌水沟、哦、10起6死3老1回头，10个经过乌水沟，6个死的乌水沟、啊、4个到台湾之后、哦、3个大的一个还要再回去、哦、一回头啊，所以来台湾拢大波的，哦，啊，拢大波的，啊，这还佫一个副作用。咱台湾民族专甲这个平埔族大量的混血，啊，因为平埔族是甚物款的民族？平埔族是一个母系社会，母系社会，查某人是得到财产，家中的财产是予查某，无大波。啊！恁厝捌听过一句话讲：“母姑坐大位无？”有哦，啊，就是平埔族的习惯嘛。啊，不然母姑坐大位，那无便是阿伯坐大位，毋是老爸迄边的哥哥坐大位，啊是老母这边的哥哥去坐大位，是无道理嘛。哦，母姑坐大位就是讲，咱是平埔族，所以咱的血统。基本上讲起来，咱是台湾民族，毋是中国民族。哦，
你若有厝个讲有即个案例个时阵哦，你就知影讲你家己是被迫做个无定答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虽然讲阮在来三代四代那尔，但是老母迄代吼，你若呐母性个为主来算个，你个血统嘛是依照林玛丽吼个统计数字吼、哦，是讲咱台湾人吼、哦、80%个血吼是被迫做个。哦、可能有后70%，后90%，后100%。啊，还有咱台湾有一个现象吼，规庄头拢姓一个氏，吼、哦。我讲一个俗语：鹿港死一半，蛇头笑规庄。鹿港死死的有一半，啊，不是死去的一半哈，鹿港死一半。啊，蛇头萧规庄吼，毋是规庄拢去萧，吼、哦、姓萧的吼，萧万长迄落拢是蛇头啊，萧规庄，吼、哦、蛇头萧规庄，蛇头是咧做买卖的所在吼，吼、哦，这是啥物原因？讲叫你好一个汉氏，啊，你要好啥物啊？我要好萧啊，我嘛要好萧，啊，大家拢嘛好萧，吼、哦，啊，迄边大家拢嘛好死，啊，就是安尼，这是台湾特有的现象。本来这个姓的由来、哦、是春秋战国的，以前是汉人是无姓、啊、但是问讲你为倒一国来，我为滇国来、哦、你是滇某某、啊、我为吴国哈吴某某啊，陈国哈啊蔡国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姓是安尼来。啊，日本姓是安怎来？日本明治天皇的时阵要求大家爱有姓，因为天皇的时阵的贵族都有姓，啊，要叫人大家拢有姓，啊，我要姓啥？啊，因为嘛唔捌字咧吼，啊，要姓啥？啊，就找一个捌字的。伊讲你住倒位？我在田中啊，啊，田中啊，田中先生，吼、哦，啊不，啊你住倒？我住田边啊，田边俱乐部。哦，啊，安尼，这姓啊来，啊，我去南美洲吼，南美洲的姓安怎来的？南美洲的姓有两个双姓，伊最后两个姓啦，上后边迄个姓是老爸的姓，啊，后面第二个字吼。这西方拢个个姓写在后边嘛吼，迄、那个姓吼是妈妈的姓，因为安怎呢？西班牙人占着南美洲了吼，要求所有的西班牙人娶六个某，啊，娶六个后中间嘛有白人的某，啊，白人的某甲这个印第安的某吼。免那区别，啊，都用个姓来区别嘛。吼、哦，啊你第二个姓，你老母，你的老母的姓，啊，这印第安人的姓嘛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看会出来，按来区别。但是你过几代、过三代、四代几多，已经拢嘛西班牙姓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去尼加拉瓜去遐一年哇，啊，去遐做这个开拓这个。做外交的代志，啊，外交的代志中间有一个西班牙，这个尼加拉瓜的一个看起迄对印第安人的脸吼，伊讲伊去 ，I went home last month， 我上个月回家，我讲 Where is your home？ 都是你的厝，伊讲 Spain， 实在嘛头壳小歹去。甲咱台湾人讲，你哦，为中国来，是头壳小歹，吼、哦，那拢袂讲为台湾来哦，吼、哦，对不？这我看西班牙，看这个尼加拉瓜的迄、那个，这个印第安人哦，因头壳去用小歹去啦，啊，无想讲咱台湾人的头壳嘛去用小歹去，吼、哦，这是，所以这。分类戒斗，吼、哦，都、就是得刻意，吼、哦，的条件下，
互恁落去烧胎，啊，胎甲即阵嘛还阁伫胎，吼、哦，胎甲即阵胎法较无共款，但是咱稍等下来注意看，你就知影。什么叫好兄弟？大家拢知影吼、哦，好兄弟，好兄弟要怎解说？标准的解说吼、哦。叫做无主的冤魂啦、啊。每年的中原普渡，台湾人爱拜好兄弟，对无？对啦，吼、哦，拜好兄弟。啊，好兄弟是啥人？吼、哦，我创互你看，你知影？你爱知影？好兄弟，你伫拜这好兄弟，拜啥物意思？吼、哦，恁爸这是拜你有限公司啊！你若看这个金汤哦。哦，这烧金的桶这大个，你就知道这个是格格啊，差不多这管那尔。哦，过来，这路边你有看过这款庙啊无？哦，这是大王宫、幽燕宫、哦、八仙崖、哦，这啊那有这款物件？幽燕宫那有这款物件？无事无碑，增加人在边啊，给你起一间这款庙啊？敢有迄个代志？正确个案的答案是：伫庄卡，无一定庄卡啦，伫都市也同款啦。有发现到几百人的尸体，几百人的尸体变怎？掘一个大坑，把即块尸体拢总掀到内底，该大大的，该起一间小间庙啊。即寡台落去，拢打波的为主，所以叫做好兄弟。啊，即寡人是啥人？奈北部有，中部有，南部有，山顶嘛有。吼、哦，这都是台湾过去受到外来统治者的统治的时候，去反抗外来。啊，外来统治者甲你抬死，敢有甲你抬？敢要甲你起一个忠烈祠？敢要甲你起一个庙？无嘛，咱的人，吼、哦，去起一个即款的小间庙啊，吼、哦，哦，小间庙啊，啊，即、這个吼、哦，即、這个有翘尾溜的吼，即、這个土地公，吼、哦，啊，即、這、爿、個、土地公搁较小间，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幽燕公、大鹏公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这是为着咱台湾。来牺牲性命的一群人，吼、哦、啊！咱的先祖全该叫做好兄弟，该带落去，安尼有清楚无？对无？吼、哦，你知影好兄弟的由来吼，甲咱头壳想的吼，无去想甲食来，啊，即马过来，移民庙，啊，什么叫移民庙？移民庙。就是有一堆人徛在满清的立场，退满清政府来杀台湾人，做了别啊！啊，不幸去予台湾人杀死，啊，去予台湾人杀死的这挂人，满清政府退起庙，这个庙叫做移民庙了。所以我在网络顶头写一叫做不义之民的庙啦，吼、哦，到底那伊那无根本无徛在台湾人的立场，这个我因为这网站发表，啊，都真侪人来甲骂，讲你这嘛客家人，我讲系实的哦，要做台干的人哦，客家人有啦一大堆啦。这葫芦人也有泉州人的移民庙，也有漳州人的移民庙，也有原住民人的移民庙，吼、哦，不是干那恁客家人那里啊，是讲客家人客人到个迄个时阵也无觉醒，啊，咱的重要人物何以觉醒？你是一个台湾人，你不是，你是遮的主人，不是客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安尼自然。都会动心啦，吼、哦，咱会动心啦，吼、哦，哦，这就是这，哦，
即讲广东移民，广东移民就是讲客啦，客家人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即嘛是，即嘛是移民庙，而且移民庙，甲咱太多人看迄啰好兄弟，迄插天插地咯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即新埔的移民庙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过来，过来就是讲，咱刷落爱讲的，就是吼，即、哦这个台湾的地图，吼、哦。咱头一日，迄个咱秘书长在讲吼，讲啊，将来就说啦吼，会有彩色的吼，有彩色的原因是，这个土地是满清的国土，啊，这边北边这边叫做后山啦，吼，啊，到这是1683年多啊，满清政府来占台湾的时候是占这条啊。过刷了，到个1810年过了吼，再过加一个卡马兰格马兰呐、啊，格马兰厅，卡马兰厅就是即卖宜兰，吼、哦，宜兰这个所在本来是五山吼、哦、有计划，一个汉人叫做五山有计划来开发这个所在。啊、开发这个所在，开发好势了，做名册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开做产啦、啊，开做名册，土地、成本吼、哦、等等，交去有满清政府，请满清政府把这块土地收编做满清的国土。哎，干那这个要求吼、哦，这送上来的肥羊供白家了。都要等两年外，国不离三将，得把这个卡马兰给收起来，啊，叫做格马兰厅，哦，阿尾就改做宜兰，哦，所以以后这块拢叫做后山了，哦，而且后山花莲改选市长叫做后山选举嘛，哦，对不？这就是，你就知讲，这就是，这个。满清的人，汉人对国土的观念无讲，规个岛拢我的啦。啊，日本人一来就是规个岛拢我的咧，那会使你迄个原住民在甲反抗，吼、哦，所以伊要甲征服。啊，满清无紧，恁去你的。有一个证明，即、这个互满清管的人吼，迄、哦、头壳拢爱留迄个头上马溜，对无？留辫子。啊、你看，多一个原住民留辫子，原住民无甲一个留辫子，哦，无感觉，绝对无感觉的意思，哦，啊，咱也够九白啊，哦，创九墩，这边就是这个番界，这边就是汉人的界，啊，这中央放一个九白啊，什么啊，台北有一个九白啊，啊嘛有一个叫做高顶，高顶吼、哦，就是。怕过的所在，哦，即番仔要出草，啊都怕过，还迄个所在叫做高顶，即嘛高顶就是伫台北嘅罗斯福路吼，代一带吼、哦，叫做高顶吼。啊，过来捡骨，恁看捡骨对啊唔对？啊？有些人讲丢的，丢一下手，吼、哦、啊，唔丢一下手，好、哦、来解说扣骨吼，互恁听，因为我知影讲有这个赞成扣骨的人吼、哦，中国无扣骨，荷兰人来台湾死的嘛无扣骨，去死的日本的嘛无扣骨，英国人死的日本嘛无扣骨。啊，那独台湾人啊，都台北啊，都捡起来，都个台一窟，都另外个捡一个台。啊，我细汉的时阵吼，捡阮阿公的骨，啊，都迄阵也个初中生啊，吼、哦，初中学生，啊，阮阿叔都哦指挥，哦，工人后生个安尼捡，啊，迄无一大门嘛，哦，啊，捡来捡去，哎、欸，啊，讲好啊，哦，捡。哦，啊，就叫工人拢去。
啊，我讲哎，啊，遐个一支，啊，阮一个讲，啊，咱都有头有脚有手啊，吼，安好啊，迄支无要紧。你看，你若是这个这副这副这个骨头的主人，你要气死，生个这个假要死，吼、哦。噶安尼骨头拍无一支啊，你啊叫准度好，无意思嘛。我去调查翘骨的由来，吼、哦，翘骨安怎来？本来汉人来台湾嘛是照汉人的习俗，无迄落翘骨，但是换做满清来了，嘿，死拢想想的不使咧。这个在这个台南永康乡酒啊口顶寮有台两门的电视王朝的骨头，这个是电线工，这是电经。这两副骨头吼、哦，无该处理吼、哦，引起吼、哦、可能引起反清吼的贫瘠，生到个个恶个球。啊，美其名，就该我今晚要学这个骨头哦，就讲哦，人爱有孝顺，爱好，所以爱该捡起伊的原居地。伊本来是住喺泉州，所以爱去泉州遐去该带。啊，当时呢吼、哦，有一百外门的墓，明朝的大官的墓吼，拢该乌乌的，啊嘛凊彩欣赏。反正有恶啊，给你骨头给你死，给你死煞。啊，但人看，哦，这块大官拢在恶无，嘿，咱的无嘛都爱恶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恶，你干巴去带去泉州，去带去漳州，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拢凊彩个个换一块，都过来带落去，这重计。咱头壳爱洗好清气，捡骨唔是一个正确的方式。对付恁祖先吼，恁若用个捡骨来吼，无道理嘛？你想敢无道理？你个骨头安尼小可拍无一支啊，遐一支啊，安尼用捡来捡去，安尼敢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捡骨，这个习性吼，咱也知影讲，嗯，哦，原来这就是通底价有意的，吼、哦。来给咱发落这款血的，哦，啊，陈先生，哇，这看起来好无要紧，哦，这差不多他都要讲的。啊，陈先生死了后吼，满清政府吼不准陈先生起庙，哦，起这个纪念的祠堂，纪念性的物件。但是咱台南人起一个李王庙，啊，李王是啥物？李王，啊，个大天父，大啥物天？大天父天，大天父嘛应该有名的，就是拢无名，都、就是其实是在纪念陈先公的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这关于这个捡骨的代志啦，吼、哦，即马都爱讲，这个咱台湾话是为倒来。咱台湾话吼，其实应该爱叫做葫芦话的上重要葫芦话一句。中国伫中国中原这所在，黄河落水迄个所在是黄河流域中原的所在，哦，先发生文化，哦，头前用个骨头。哦，象骨，咱以前有像吼、哦，啊牛骨吼、哦，啊龟甲骨壳，啊牛的骨头，你摕一柄骨啊，要安怎写字写在顶头？唔是，拢是摕迄落尻川配迄个大骨，吼、哦，迄一片骨吼、哦，用刻字啊。所以汉字的由来吼、哦，先为甲骨文，拢是直直横横叉叉安尼。这是甲骨文的由来了吼、哦。甲骨文到到清朝才去用发现，哪方发现？有人在讲在卖灵骨粉，
哦，伊食莲藕粉偌好，拄偌好。啊，一个就去买莲藕粉。哎，安尼看莲藕粉的骨头爱去该剁好油嘛吼，该磨好油。哎，安尼看了顶头敢若有文字有赤字，你讲你出口也够无？我看哦，一挂骨头内底顶头有文字，伊讲你这位去倒买，吼、哦，啊，就该报所在。所以这甲骨文为啥在发现我哦？在黄河流域的所在，早期河洛人都先用甲骨文。今麦甲骨文要有无？要有存在无？有。好、哦，我写给您看吼、哦。一，先上阿拉一二三四啦。一，啊二就按两顺嘛，啊三就三顺嘛，啊四就劈格嘛。啊五我袂晓写，啊六是安尼啦，对无吼？啊七安尼嘛，对无吼？啊八安尼，啊九毋知是安尼个款啦，啊十是安尼啦，哦对，就甲骨文嘛，嘿，嘿，迄阵好迄阵五吼啊对，安尼即个比较清楚。啊甲骨文即摆也阁嘛阁留落，啊甲骨文。开始演变，变得汉字，吼、哦，因为一瞬一瞬，吼、哦，啊，画一个人的符号，吼、哦，啊，才开始用个竹片，吼、哦，竹简，才开始这汉字是安尼来，啊，讲一挂话的人吼、哦，叫做河洛人，吼、哦，先有河洛话，啊，河洛话发展了后。有这个文字的出现，所以咱的先祖实在是真强，吼、哦！咱爱尊重咱的先祖发明这个文字。世界上有文字能创作文字的民族无几个，你知？日本人不是伊学汉字，吼、哦！西藏人嘛不是，你莫讲英语吼、哦，嘛是学这个。希腊文，啊，希腊佫学这个，撒丁尼亚都有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埃及文吼、哦、有迄个文，但是即摆已经吼、哦、无人看有啊，吼、哦，伤复杂，因为迄个无法度普遍，所以讲有文字有话汉字，所以咱是商朝时代的。汉话叫做河洛话，哦，啊，这个河洛话吼，河洛人是伫商朝的官话，咱讲这河洛话是商朝的官话，哦，袂输讲伫台湾郑成功时代的国语就是河洛话嘛，泉州话嘛，哦，啊，即摆硬要甲你消灭嘛，哦，啊，这个。河洛话都安尼由来安尼传来，啊传啊周的时阵哦，商甲周战争，商人拍输，全走来海外，就是长江以南的所在。所以即阵你去中国，也阁有七个省在讲河洛话，有多几个省呢？有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。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岛，哦，顶，还佫欠一个袂记，哦，七个省，伫讲，啊，毋是讲规个省拢伫讲，哦，毋是规个省伫拢伫讲，是某一个地区伫讲，敢若海南岛，毋是讲规个岛拢伫讲河洛话，是某一个都市、某一个镇头伫讲，哦，即河洛话。所以咱爱对咱的文字吼，吼，也个，咱有话都有字，吼、哦。啊，最近吼、哦，人讲台湾话也无字啊咧，吼、哦，哪会无字？是你袂晓写，你毋捌字哪尼啊咧？哦，迄、那个《康熙字典》拢总五万字，即、這个汉字即阵吼，伫用的吼、哦，无到一万字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五万字就是咱河洛人伫用的字。啊是，咱爱国发
发达，这个爱国来发达，吼、哦，葫芦娃了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以前这个晚清人袂使娶某囝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阵流行一句话，娶一个某，看下三仙天公作，吼、哦，迄阵查某人吼、哦，价值正悬，吼、哦，啊，你知无？即、这个中国人都拢迄、那个迄落用迄落贪污嘛吼，啊，自然吼欠查某，台湾欠查某，专会进口查某来，啊，进口查某吼，查某该囥个布袋内底，吼、哦，啊，布袋内底吼，啊，摕去菜市啊化价，啊，无爱你看面，你看面你就知影讲你要出价偌济啊嘛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手吼会使互你去摸。请问你要望到位来讲来啊，有人知影要望到位无？免拍摄啦，哈、啊？查某，无得拢查某，保证查某。啊，你要望到位，海头。对、哦，哎，你莫想二十一世纪的头壳，那边蒙你啊，哦，无效。好、哦，我讲标准答案，蒙喙齿，有通无？喙齿蒙了，里里落落的，啊，这老的。啊，那哦，喙齿哦，后阵要袂发的，啊，这幼齿。这幼气，所以槟榔西施叫做幼气的，不是无道无道理的呢，拢有历史根据呢。好、哦，这幼气的哈、哦，啊，娶一个某，看下三仙天公作。好、哦，这台湾民族林玛丽在做的哈，2010年2月28日发表的。哦，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，这是哈。哦迄、那个马盖平医的这个医书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过来在讲这个满清来打中国，吼、哦，有一个平海五策，哦，这个平海五策，哦，这个第一吼，把树啊撮撮起来，沿海30华里，吼、哦。沿海30华里的树啊，拢撮撮起来，30华里袂使带人，差不多15公里免袂使带人啦，吼、哦，咱即马用5公里来算啦，哦，袂使带人，吼、哦，啊，拢爱迁走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灾害吼，满、哦、洲人台死上侪汉人的时阵，就是即个时阵，因为即个死无人知。啊！伫迁移15公里以外的所在，你敢有通食？敢有通困？吼、哦！啊，敢有通有病有通治疗？无法度，所以死几大堆，哦，死几千万人。这是凭什么？扬州十日、嘉定三堵，搁较厉害的台汉人的方法，哦啊！我有一回去金门，哦啊。金门人对郑成功真不满意，伊讲搞阮金门的树啊，拢错了了，都是郑成功。哦，你头壳歹去，这满清来错恁的头树啊啦，毋是郑成功来错恁的树啊。啊，啊，一个那个咱过乌水沟的时阵哦，那船来沉遐济吼，其实吼、哦，伊是哦有要求寸板不准下。下海吼，就是讲寸板不得下海，所以要逃渡的时阵，迄船吼拢真细只，吼、哦，再五六个人啊，啊，都开始啊。啊，我看郑成功的船吼，也是荷兰的船，也是其他的船吼，迄过去吼，澳洲船吼，无停啊半只为这乌水沟过。啊，我得去调查乌水沟，为什么有乌水沟？因为台湾海峡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海水较浅，
差不多50公尺那里啊。啊，较浅的时阵哦，啊，这边太平洋这边真深，所以开海水要往北的时阵哦，位这边就真近。啊，位这边无近的时阵，就会变做窜流。哦，啊，迄流的速度是几公里？哦，是流的速度是30英里的速度，30英里是差不多50公里的速度。50公里的速度，那普通船应该也会当过啦。啊，但是你若迄落独木舟的迄落吼，迄落变过啊。哦，所以啊嘛，还佫一条红水沟，红水沟是位北边罗南的。啊，阮林一关，吼、哦，1599年，阮州人吼唔捌字哦，1599年吼也唔捌文字，方作蒙古文，创作阮文，吼、哦，甲西藏文啦吼，干那45年，都用个不足30万的军队入主中国，啊来统治汉民族268年。这个汉民族是一个奴隶民族，吼、哦，咱常常伫电视看到一个电影，就是讲迄落，温州的官员吼，啊，敢那拢白痴的吼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因兜的白痴来中国做大官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讲另外一个题目，就是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在1971年，在斯德哥尔摩发生一个枪案，有强盗入去这个银行去抢劫，啊，抢劫甲银行的办事员啊、小姐讲押起，吼，啊，警察专在么外口给包围起，啊，都双方就对峙，啊，一个就抓这块人质做挡箭牌，啊，安尼5天6天。的解决，啊！这强盗去用抓去，去用抓去无打紧，这法官开始审判，吼、哦！啊，特别问这个受害者，啊，问到一个小姐，啊，这个强盗对你安怎？伊讲，哇，这强盗对我偌好，都偌好，哦，哎，那奇怪，你是受害者，那得侮辱强盗，吼、哦，哎，啊，国家强盗要订婚。嘿，这个欧洲世界吼，西方世界这个科学家吼，这个无法度通解说，所以给好一个名，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。斯德哥尔摩后，斯德哥尔摩症，症候症，症候群后的哦，斯德哥尔摩就是水电的首都，都是这种吼。感谢受人的人吼、哦，啊，台湾有无？无甲大家啦吼、哦，台湾有哈、哦、哈啊！过两年，赶快发生这款代志，这是在即个旧金山，美国的旧金山，有一个赫斯特鲍西的孙女，对即个查某，这小姐哈。哦小姐，水水的小姐，19岁，啊去予人绑架，啊因阿公哦，我做有钱的，要你100万美金，可以100万可以，但是查某孙也无出来，讲爱400万，400万好嘛好，好你，但是爱安尼，保证阮查某孙会转来，我毋得要好你，啊无成，好、哦、无成，过过3个月了后，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小姐吼、哦，我不得了，摕个 AK-47去银行抢劫，甲强盗斗空啊啦，融为一体啦，这拢是斯德哥尔摩症啦吼，症候群症吼、哦，这个就是啊是咱台湾一个上大的例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吴伯雄啦吼，吴伯雄。哦，吴伯雄因阿伯做法官，日本时代做法官，啊，二二八的时阵去用台南港桥卡，哦，啊，伊 LP 去用挂起来，
啊，塌咧嘴的，啊，衫裤拢白白去，啊，因阿金啊，阿姆去南竿桥甲找着尸体，甲捡倒来，啊，这么多血海深仇啊咧，啊，但是吴伯祥哦，对国民党哦，好，始终兼磨贴，这都破病啊，斯德哥尔摩症。所以咱爱知影讲有这款病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我发明的名词啦。打败战的战胜国，啊，你讲多一个？对啊，中国啊，中华民国是打败仗的战胜国。啊。啊！伊打败仗嘛，伊甲日本战都做一场战呀，打败仗嘛，连沿海连船都无嘛。伊来台湾的迄个船是美国的船，甲载来嘛。吼、哦，打败仗的战胜国啊，这是伫1942年日本的国土。吼、哦，你若中国东北占啊遮来，吼、哦、啊遮南部吼，即拢占去。啊，遮边啊，一个红红的吼、哦，有多次拢该占起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打败战战胜国啊，即卖想用个战胜国的姿态来伫统治台湾。加在咱有咱的秘书长在讲 ，Chinese Taipei 就是叫做中国流氓政府在台北，吼、哦，啊。黄金的谎言，这个那就那在中国闹一挂黄金，即爱讲哦，单鱼在台湾哦，40000多元，甲台湾钱拢该换了了哦，甲台湾钱贬值成为1/4，40000分之1的意思是虾米物件呢？你有一台面子的汽车200万新台币在路边的。啊！我予你食一顿早起饭50元，啊，去台外的，安尼叫做40000元啦。你啊，若安尼比咧，你就知影你损失偌侪钱。你食一顿早起饭50元，啊，我的代价都是过去一台奔驰，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有钱的国家变做散的，哦，啊是安怎那会变散？迄个。等于印钞票，直直印，吼、哦！啊，你米一斤偌济？无管啊，台湾出啥米啊？甲你买个吼，一斤10元变100元，变1000元，变10000元嘛，甲你买。啊，我印的阿面钱啊呢？哦，阿米摕来就是舍不得，哦，安尼40000元都安尼又来。啊，这行去蒋介石乌去，蒋介石吼，嘿。哦，你等于咱们台湾包遐多，伊无该惩罚啦吼。伊惩罚等于是因为等于我共产党大概惩罚。伊讲好来印哦，金元券、黄金，即我即钞票甲黄金同款有价值。吼、哦，你若无来买，我就甲你请出，我啊得个摕黄金来买。啊，所以一罐黄金走去上海，哦，啊，伊退一了后，伊过去上海，甲迄罐黄金摸，啊，讲摸来台湾，我想吼，无影，伊无摸来台湾，哦，伊摸去倒位，我一个同学是这个去用掠去黑小岛，啊，掠去黑小岛的人，伊讲伊拄到一个船员。哦，中国船员是这个李玉玺手下的一个船员，啊，这台船就是黄金船，啊，这蒋经国也在那台船的顶头，啊，船运啊，这个，不是先来台湾哦，先去菲律宾，啊，创啥？伊唔知啊，当然我想是都甲999的向黄金卖去，哦，啊，大概运来台湾。要就这个黄金的代志吼，我有拄到陈思梦去演讲，伊讲伊去新店看到一挂
这运来黄金哈，拢是迄落金盾啦哈，盾牌啦哈，银盾啦哈，啊金杯啦哈，即落无法度大量哦，一声都甲你交易个迄个物件哦，啊零零总总啊，囥个即。放在新店这边啦吼，所以一件黄金吼是安怎处理？当时吼，哦，咱用个卡头乌来想，台湾迄个时阵吼也无安全，吼，1949年台湾敢无安全？伊敢会讲台湾袂沉落去？所以伊敢会甲上重要黄金摕来台湾放？吼，咱想都知影吼，即黄金的代志啦吼。这个罗华的汉民族爱稍微解说，吼、哦，汉民族乃罗华，吼、哦，爱甲儒家甲统治者的关系，吼、哦，这个、科举制度，吼、哦，统治者，统治者加儒学加科举制度，都、就是创造这个奴隶的上好的方法。统治者是期待伊所有的百姓拢是戆百姓，吼、哦！啊，伊用个孔子甲你压起来，儒学甲你压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用个科举制度，敢是真好个制度？咱是小学、中学、大学个拢嘛讲科举制度真好，但是科举制度一个真歹个代志，就是伊。考试的题目，干那为一本子出来，四书五经，剩咧无啊？所以所有的汉人头壳全堆塞。人欧洲本来吼、哦、咧发展，我都感觉这东方发展较早，但是到到尾手，那西方世界人一日进步，一日进步去，人牙青咧也阁牙多，吼、哦，安尼变哪钱？人一西方世界在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了后，全人有进步。啊，咱这个东方的这个亚洲哦，无进步，还搁在科举制度。哦，地球是圆的啊，扁的啊，拢无管啦，唔知啊。所以头前我讲地球哦是圆的哦，袂用汉人袂用画地图。不然为海岛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科举制度，把你上巧的10万人，1000年来上巧的得到功名利禄的10万人，拢给你收收死。所以这个科举制度，这个小范围来对，啊，就人拢大家拢空空就好啊。哦，所以统治者上爱用，哦，这就是这个啊，大家爱知影讲好的后壁面的歹的代志，啊歹实在歹到有够彻底，吼、哦，无巧人啊嘛，巧的人拢去做奴隶啊，吼、哦，啊即马阁刷落去，咱时间真少啊，吼、哦，爱讲这个台湾民族英雄，吼、哦。荷兰时代有计划伊，晚清的时阵，阿武王朱一贵、林松啊，即林松文、戴调春，日本时代吼、哦，控制三面，干大西、瓜地好、林小鸟，一只西、一只好、一只鸟，吼、哦，啊个日本人搞个乱七八糟，吼、哦，啊台湾客家毛笔做英雄，我吴汤兴、徐湘、江少祖，啊江少祖第一、那个，即卖也够伊个做主要够滴。西南岸事件，国叫做达巴尼事件吼，余清风、罗俊、江丁，这个事件吼，日本人判台湾人死刑吼，1000人。啊，日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，讲嘿，哦，台湾一个革命判死1000人死刑，无道理，吼啊，所以买手吼改，讲大正天皇上位吼，甲你改，啊。但是已经300人去用台死啊！哦，啊，剩700人半步无期哦。啊，这个西南岸事件吼，咱嘛有讲叫莫纳鲁道哦，武侠事件啦吼、哦。
啊，蒋渭水，哦，等等，我看今日你讲啊，食，啊，佫刷落去吼，咱吼爱分组讨论，吼、哦，我啊分组讨论，咱叫即、這个潘副主席吼、哦、来甲咱分类吼，安、哦、尼好无？来，你请讲。下面这个时间吼、哦，咱台北州、新竹州、台南州，吼、哦、啊，都这些人留在遮，在这个现场，啊有这个议长张议长，啊个咱郭博士来跟咱做小组讨论，啊，剩的人宜华东的吼、哦，啊高雄州加原住民族的，落来楼卡咱的餐厅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安尼好，我今日讲啊遮，感谢大位。请起立，立正，今日，请坐。